黄色的盖子拿下来，拿下来之后把这个挡板从这个中间把它卸下来，卸好了之后根据这个刀具上面的编号，从零开始，从零开始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然后装刀。一直装到这边，一直装到这边。好，然后刀装好了之后，刀装好了之后，上轴承。然后提紧了，提紧之后，然后上这个挡板。挡板上好了之后，再上一个轴承。好，就可以了。